前两天大家看到你最近是在考科目三上，就现在考到什么程度了我没有，那天就是去拿本去了。哦，现在已经拿到了。嗯，大家都觉得考很难，你是一次性考过来的，还是还会有重？我就考了一次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去重考。哦，开车是这种风驰电掣型，还是老年人代步？老年代步行，老年代步行，老年代步行。